聚焦经济农村江苏嘉兴故事。大家好，我是朱天亮李青。经济田村里的故事，咱将走进埔县大沟乡。大沟乡属泥塑作业的母亲，乡风淳朴，环境优雅，各处拢散发着独特的文化气息。昆窑镇大沟村坐落于潮汕公路直接往潮汕高铁站、潮汕机场的大路入口，才对大沟村口。村口界石牌坊石名碑，正名字大沟村，原名直指洪子岭。洪子岭是大沟村的古称。据记载，宋末金兵入侵东汪江乱，始祖吴定公由福建漳浦系三子南昌潮州，后恩哥洪子岭创业，西武莫林耶朱石洪哥，公元1360至1400年，朱石外昌随吴氏直系，因唱歌诗属长子，故改成大沟。大沟村是多名侨乡，有里外乡亲近两千人，主要分布到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香港等地。邱冠叔将村人口90%以上，这家真是大沟村名山，日出十点，家过杨秀当人阿格局。清道同治年间，这家正式一将全村家地四分之一。从世纪至30年代，是大沟村这家正式最盛时期，全村正式面积达到3分之1。陶瓷甲珠绣是大沟村历代传统特色产业。从世纪80年代，大沟村开始引进珠绣并生产，由制作出口更大的绣面，逐渐发展到内绣服装、鲜花、珠宝等，变成花色繁多。后来，大沟珠绣逐渐参透到服装甲服饰甲个年服。作为全国知名的泥塑之乡，大沟泥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吸收泥塑的工艺精华，大沟的陶瓷业融入民间工艺，独具地方民俗特色。依托古村落的潮汕古建筑群和泥塑传统工艺，大沟村大力维护和发展乡村文明，每户村养村猫，建设打造中国泥塑之乡和广东艺术名村。大沟泥塑造型精美，是直接有着更千年来世界中国传统手工艺美术品。究竟大沟泥塑有着特性？做不来去听听江沟社曾明广带来的故事。三甲沟和豆渣沟。蝶翁村里的故事由北京同仁堂蝶酒业店有限公司蝶翁分公司特约播出，推动会听动业就到北京同仁堂。吃饱无事下小堆，古今传奇配汤咩？咱只地灵变地王，吃得福旺听快办。手机得棒笑呵呵，手机得棒靠枪歌，歌声家乡潮汕妹的霓虹妹夫特山多。红包牛正大彩礼，才放开出名小娘飞。大哥出名土王家，这个礼物掠手比张水。我是经济地方江西台的人物，临时做来改办，感觉我来买做卡快办，唔行哦。今日是连着几股快办来开张，连续大哥出名土王家一个主宰。大哥是只能地方官浦阳镇的大公兄。土王家昔日就叫做泥塑，中国泥塑有三个地方的上最出名：天津、宁波、江苏无锡、惠山，甲咱潮汕的大沟。迄搭大沟泥塑的原料个是甚物个？哎呀，就是就地取材，用乡里个西面坡迄个枯杉个长土，有3-4尺深，有一丛啊，迄个娘土桩，改名那叫做牛姜土，就拿来装潢材料。迄个料起来就好做么？么？我就两年，就是把所有的泥土啊，用在去大木工啊，往
凉堆凉堆凉凉啊！我把这样凉好的头发做一只歌一个，东方林子的学生的土层色来，我就一个淡薄的开面，无提一件温度鼻炎。然后就是捏刷小配彩鬼配头，挂个黄杂做高高，就成为土方囝，直接直接呢呢呢。有男的，有东的，天顶八界，土的走界，应有尽有，应来四面八方的象征来采购。啊，潮汕有一句俗语叫做“硬乌小姐，大乌翁囝”，就是呾硬乌的小姐呢，生来上顶硬，大乌的狂囝，大命顶顶，我硬过硬乌的小姐。大乌共称海妖，红字凛凛，有哩祖成功，所以就叫做大乌。大乌大乌闯起哩，拢个日古更通。大乌年数历史悠久，至今已有七百多年个历史。南宋末年，福建漳浦咱五台山，对阿伯到江苏无锡个造成里行，托学了只回山年数回溯，学日头往行，只读书莫变方未亡之师，南腔日调来到这个定居。以制作泥刷顽固为生，从事着多多相转，人人为泥刷。伊人看到培养顶开了好在间的红镜房，形成了一条红镜街。红镜街的俗名现在我多讲。为说清秋墨多有一呢，是一个奇闻呢，不是无名的无知。到这卖包就无人爱出卡。话讲村个村民五大弟正正就打了一打土方镜，只有培养出一个卖。摆到过头，做土方镜呢，欢喜搞搞，哎呀，五大弟气到伊就爱哭，只得甩甩个打倒等来就来。五大弟七岁老镜，改咩叫做五花镜，同只一辈另来搞欢喜事，哎，做啊，老镜过唔要做呢，做来个一辈土子。五大弟气土事，我做无生意，你我来土猴子，对青面白面，我对伊偷个石诺诶。哎，五花镜就攞到门口个土客，哎，靠这个位置。福建，嗷嗷嗷！我听老张讲，老师要假使要出摸，哈！我发现隔得过好得多，就破涕为止哦，抬高哈哈叫。这自己同着老张讲嘞，小狗非常，嘿，直接靠得得，直接提骨色，直接出入面，直接昂掉去，你都话搞干只怪物啦！啊！我发现即时重手捡了只黄骨江东，对着五六架起个鸟笑，捏啊捏啊捏！每只鸡都捏出了一对三架个，也是捏个鬼翅膊，真实是锐妙锐小，形体生动逼真，伊白毛腿只身骨青，哎呀！你看过只我将个，真是我看过你阿伯，今日白鸡都做了一对三架个，小两番脸色，哎，如今是活灵活现，就打到齿就去卖，遐卖来，但侬卖就贵做个。因为只有出歌呢，形象过生动，吸引了所有人眼。打肢体波，也就买落只来那个摆踢拖。明日见阿叔三架歌就卖个白白，我有那登雕定回，生的就入够多唔多诶。从此之后，五花江就变成米酒泥刷，就成为阳光门面的泥刷高气。一直把上墙呢刷走了，现价不是难卖。伊能够抓住难卖瞬间的表情个神态，迅速。中间团生的给捏杀出来，唔多啊！捏杀出一个多种角色的形貌形态，花天竺的扮演者已经外出过生，而呢个戏出啊，佮就过家在咯。是咪土鬼过多桥，你贪生杂恶广生法王英，情中多等啲调上机，一打我打唔清，一戏出直大片无力，一个两出戏咩啊？呢个因个土王镜是岁月难为一个辛苦头眼。来，我制作卡尺，留下来组装，各个部位做个非常精彩。特别是一尺啊，有人捏一十岁将将如冲松，有人捏一拳头哦，练到内稳稳。宋一兴只是介意正式去做起，我有几个尿泵，叫你个叫做大铁，就是双腰脚两上底环骨将通，经过堆大量，然后叫做开脚背没有啊？还开个内薄薄。有什么意思啊？是用来做南美的沙口罗棍的衣袋啊！一做到是薄如蝉翼，无牛无的自然个正式，非常立体感，过不正。有了踩正式沙口面啊，暗只有大水踩布料，两体踩衣做到非常轻。伊那南翔，如今是最猛最小，我的呢个系黄小嘴，踩灯黄面要等当成个新个人呀，请捏只法叫做骑驴腾车个红脚片。
遐啦，桥里通车桥都系个冷门呢，就是一个大风啊，真呢哦，做好个摆出来，整得一套，拖啊是啊，新六一红姐迄个样式哦，哟六一红姐搞到许出位，拖啦欢喜到定死哦。五八将人到来，命到我，名气如来如电话。公安一到一零年，五八将参加到南京举破嘅南腰拳击六十比赛大会，责评获得金爵奖，让我老在上顶起啊！吃做故事调休农村，每年正月日时，拢爱举行迎新赛会，每年就轮流一个乡去做顶头，凡是要做顶头嘅呢，就要摆顶头。就是爱请名家名声相聚会，让各乡里的人都来观赏品评，就叫做比赛名哦。你个乡里做物件上叻，啊，就表示这个乡里的上有文化、上有资格。前年是今年，就轮到乡区乡摆灯卡，乡里昨天哦就请五花姜来热头先哦。过了元宵节，五花姜就如约来了，乡里个人就想，哎呀，请来个是个大大西北看鬼物件头嘅。就欢欢喜喜啊！把这个几个大事登摆起，不相称，石岩招财仪，还是好酒好菜，价高一卖。浙江昨天就每搭就就在左手夹物件，我怕叫着呐，哎呀，左手个叫做命，你搭就叫人搞我拿来挪拿豆渣，挪只大水军个挪只不相称，原来如何？遐只豆渣就是那个做豆干啊，出来晓得破啊，那叫做豆涛，专门做起了骨头了包。今日昨天唔加用啲出用乜准备个呢钱去？但是我发现做个事顶冇串咪咪，到来买食饭食得加沙皮，到了大日日个名口还是无做无呢？叫昨天你紧张个钱上去，唔加我发现落个上房间都冇得啦。哎，你同一件我发现个冇有条壳，啊上房间那就一打，下底好似攞只大水跟大壳都无刷无杀，从就是物件啊！啊！伊啊，昨天啊，死过热，我定系袂去啊，许种是袂行袂去啊。我记得已经二十日时间过顶白，一花再呢，哦，遐个我只鸟就出挂木袋，就亲自来催门。我花叫一声，哎呀，请昨天你放心，我就做那个令，妥妥当当，心棒棒，来个那个石头雕。到了二二个二三，昨天又来到石头门卡。小猫都门拍落去响，哎，坐在石凳啦，看是无声无响，还逐条一脚白后肉豆，我已经识伊是什么时候，我坐过沙板，猫都无住唱，逐条黄落个头眉眉，哦，天光起来已经是正月二十四，老爷经在南门之前，神仙已摆有过午计时，就是说阿五花姜执平看袂来，紧接着唔再做电话拜，逐条就再派那个石凳个团。去同人那慌慌忙忙来报告捉掉大人，哎呀，唔对呀、啊，蛇灯冇开呀呀，我怕惊咪个门唔出，再丢溜溜溜溜溜啊！哦，那我就先打捉掉，你有事请就个假判枪，干么只是生了个滴假枪，专门是来骗钱个骗枪，哎呀，你叫了镜头机收了走了，要捉掉一天胡须，懊恼就多了一股后生惊，每面那个蛇灯门口。寡人使得门开到响响，吵闹就正直大厅，只见来位空无一人，只有那只大水军往远方扑到来，看到陈令当，啊，陈令奇归奇，我是照死照死，把将那只大水军给跟落来。哇！只见陈令那只豆渣狗直接左直接哭死左住，遐个豆渣狗看到跟到前面正得只。咩骨头起，豆渣发尾就生起过来，遐狗毛杂杂，你是你是过像狗毛，佢放只吹啊，出狗毛在叮当啊，我只狗娘只个乌个鼻哦，只能拍扑大叫输咯，吼啊吼啊，就砸卡狗翅嘛嚟个，好像听见我能好大车嘛，只能回头一看，只见个花匠就忙过出来，大家咪激起笑声，头打到头到三度都系望咗只包色屈。叫了一支墨笔的笔灯，用了色墨放到嘴角，嘣啊嘣！搞么哩只染上黄色，要叫出个四两零两，直接交挪略来做搞墨。佢用落去个，如果是染口滑毛，抬到挪只只狗啊，叫我跳起来俾哦！正人欢呼，哇！好多只豆渣狗，我怕只绿龟狗。
每每都根根根对生在这摆，哎呀，改改大多彩。这正是大哥你说每名人直到怪猜五花枪，手卡心冷走脚病，团成最山万里枪。直荒乡土，直荒超盖。大哥村嘅土眼镜，制定了叠山传统艺术嘅内涵而特色。经过绿色红涛而地福文化嘅培养，大哥村必将接着大哥年少这只传统超工艺，让更在嘅人知道加认可。好，爱去地安村里嘅故事，唔要我行进地界乡里，村里嘅故事有咩解？那爱去再来。